的事，那内容你们自己定嘛，对不对？我讲的跟大陆有关，跟台湾有关就可以了啊。那我今天呢、啊，这个是这个之前上学期一个同学做的非常好，很用心啊。那我就把他的这个格式怎么弄告诉你们，至于内容当然你们自己去定啊，就内容就跟这个无关了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们看一下，第一个他这个就是把这个你的主题写清楚，然后你这个学生什么名字、班级、座号你写清楚，让我知道，我才知道是谁给我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你这个报告你先写一个目录啊，他这边写得很清楚啊，每一个，比方说这个认识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啊，认识这个 MOU 对台湾有其这个。刚给我认识回来，我做了两个。这个必要性啊，就是这个备忘录了啊，签署这个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备忘录啊等等。那这个当然你们自己去设定啊。那后面这两个就一样了，就是心得，还有文献参考啊。心得让你们自己写，我看也是看这里，最主要是看这里。这个前面的资料可能都是你们自己去找来的。你从网络找也好，哪里找也好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书本找也好，这个杂志找也好，哪里都可以找啊。但这个心得就这个东西在讲什么东西，你要告诉我，你要做个结论给我。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写啊。那有些同学这个东西也是网络抓的，你网络抓我一看我就知道，我一看我就知道啊。写多写少没关系。但是你不要少到给我二十个字，对不对？你最起码也写个一两百、两三百的啊。但是最起码要你自己写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这个参考文献就是你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，你要告诉我，你不要乱抓，乱抓一通，你抓一定有个来源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他说认识 MOU 两岸货币清算机制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他说讲这个东西要认识。到两岸货币清算机制，开始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案头，认识这个两岸货币清算机制，啊，这个备忘录，啊 ，MOU 就是备忘录的意思了，啊，对不对？那跟这个目录要符合的起来，啊，然后他就开始讲了，啊，里面讲这个里面就自己去各显神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一直到这边啊，还有一个图表，啊，因为这个图表做的非常好。啊，非常用心啊！这个对台湾金融业服务通胀的影响，还有中国金融业来台湾的影响做比较啊，这个他都做的比较，写的清清楚楚啊！哎，里面居然还有一段影片在里面啊，他这个是从网上去抓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当然你们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要录影片啦。我没有这么说，他这个是特别分数很高的，没密码，解开，密码，电容易乱扔，之前不是有吗？啊，找个快点，很短，一分钟，看一下，很短。所谓货币清算，是指两个国家或地区经协议后互相提供货币抛物。双方货币便可自由兑换、流通，不需透过中介货币，有助两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交流。台币目前和主要货币如美元、欧元、日元等都可直接清算，但台币和人民币都不是国际主要货币。放大就这么雾吗？学长，放大就这么雾，你看一下。我是没拍。2010年7月，中国制定香港中国银行为台湾金融机构人民币清算银行，是目前两岸货币兑换的中介。一旦两岸正式建立货币清算机制，也不用透过香港了，而是由中国银行台北分行与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直接清算。啊，就是这个简简单单、短短的啊，这个去网络上找了一个这个资料啊，然后他这个后面就来谈啊，这个有什么
必要性啊，这边前面的目录啊都能够然后后面新的看到没有啊，这个就是他自己写的东西了，这个也是我要你们自己写，前面那些东西都不抓，都不抓没有关系，你再怎么抓怎么抓，你去贴啊，把它丢上去都可以，那你丢完你在讲什么，你在讲什么东西，你中间有个结论，有个结论心得给我，这个就是我要你们的啊，这个就是你们要自己写心得，完了以后参考文献，这参考文献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前面这一大堆东西啊，是哪里找出来的？你要交代一下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网络上，没有错啊，这新闻还有一些网站，有没有交代一下啊？那以后你们做报告啊，基本上你们都可以照这个模式来做。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就是肯定。蕊香姐快坐下来，蕊香姐快坐下来，绝对不会低到太多，80分以上一定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给我的东西，那个它的格式就是照相，那内容就是跟两岸有关，跟大陆有关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意见？有意见的话可以赶快提出来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看法也可以提出来啊，了解吧？有没有不了解的地方？这个报告，那我的信箱告诉你们没有？还没有讲过了，有没有讲过？讲过了吧，就是那个 blackbomb66@gmail.com 啊，然后你们这个弄完以后就可以这个移到我信箱来，那我会跟你们确认，没有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我收到了我会跟你们说收到，没收到我们彼此来确认，反正都上课嘛，你们会收到我的回复说收到就 OK 了，没有收到我们再继续来追踪，一直追到一定追得到了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没有追踪你们就没收到也可以打个零分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有时候你们寄会寄不见的，对，是事实了，会寄不见的，好不好？那有没有问题的话，随时再告诉我啊。好，那原则上我们在这个